咁我哋咧係一齊玩嘅，係有機會一齊玩嘅，因為我哋大露營嘅時候咧，佢哋會過嚟香港嘅，而世界各地咧亦都有每年都有好幾次嘅大露營咧，我哋香港同胞會過去嘅。咁我最近都去咗日本嗰度，250個香港同胞一齊過去玩嘅。咁我哋今年嚟緊咧都鼓勵緊我哋個旅團咧，同埋咧參加多啲海外活動，咁同埋總會都有啲支持嘅。咁最後我哋自己旅團嘅支持咧，就係好似頭先校長所講啦，我哋有個旅務委員會嘅，咁嗰全部都英皇舊生，仲係即係有啲都即係好有經驗同軍之外咧，佢哋喺即係社會上都好有地位嘅人，好講，譬如可能前勞工處處長啊，佢都係英皇嘅同軍，之後咧而家就翻嚟，我哋一齊搞活動，譬如佢會提出話啊，我哋有啲同軍話升科可能學業有啲壓力咯喎，點樣可以平衡個？學習同埋玩同軍嘅活動嘅機會咧，咁佢又會諗啲計仔嘅喎，佢嘗試，佢希望可以諗啲計仔喎，因為佢都話啊，我哋都希望可以 contribute 翻去貢獻翻同軍嗰度。啊，我想講嘅嘢就咁多啦，唔想再講啦，因為咧同軍有咩玩咧？嚟緊我 BCD 都有少少介紹嘅，乜嘢同軍運動啦，然之後同軍有啲咩玩咧？啊，咁咧希望大家有少少理解，咁之後我哋一間就一齊玩啲遊戲啊，希望大家再更加感受到同軍嗰樣嘢。Okay， 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睇一睇個少少嘅短片，希望你就唔會瞌著眼瞓啦嚇。我喺未玩遊戲之前咧，咁我咧就想多介紹多兩位朋友俾你認識嘅。一位咧就係我哋嘅副校長林偉副校長，因為佢咧係我哋同軍旅務委員會嘅成員嚟嘅。我亦就想介紹另一位人，因為佢會再介紹其他人俾大家識，因為坐咗喺度坐咗好多來賓。咁咧就陳老師，咁陳老師咧就係專係負責同軍活動嗰度嘅。咁咧陳老師就用咗好多時間心血啦，真係嘔心沥血啦，去幫手搞呢個同軍團嘅搞。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舊生，我有工作，即係可以喺在校可以有咁樣嘅支援咧，就靠幾位老師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而家先用時間交俾陳老師，就再介紹其他人俾大家識。我一個人咧就係嘔心沥血啊 ，Martin 咧就用嗰啲誇張嘅手法啫。咁幫我嘅老師咧，仲有兩位咧老師嘅。咁未介紹老師之前咧，我都想講一講咧，就係都好多謝咧阿曹副校長咧今日咧嚟即係一齊咧同我哋即係。咁我介紹啦，另外仲有兩位咧老師咧就係咧負責童軍嘅。咁你有問題咧都可以咧即係問一問佢嘅。咁咧有我哋資深嘅老師咧，就係李國傑老師啦。咁佢幫我哋好多，即係會喺平台上面幫。仲有今年咧，學校咧好支持我哋，知道我哋童軍人數咧不斷咁樣增加，所以咧亦都係咧多咗另外一位老師，佢叫做許老師。呢、這個許老師咧就係今年咧就會都係負責童軍嘅。佢不但只係老師，同學都知啦，都係一位咧英皇書院咧傑出嘅救生嚟嘅。今年咧回歸母校，幫我哋。即係一齊教書咁樣嘅，好啦，咁我介紹咧就介紹完啦，咁希望你哋今日咧玩得開心，或者等陣咧有啲意外嘅驚喜喎。好啦，我將時間交翻俾 Martin。好，唔該曬陳老師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羅馬炮靶啦。咁啊，原本想射睇下可唔可以射到去你哋嘅面前，就等俾送咗個醒頭俾你哋，咁都差少少啊。咁啊，驚你瞌眼瞓咧，所以整啲古力古怪嘢等你哋唔瞌眼瞓。好啦，咁啊，瞓覺完畢噶咯喎 ，OK 嚇，瞓覺完嘅話，我哋好快咧就會嚟緊就玩遊戲噶啦嚇。咁我而家咧遊戲時間就開始啦。咁我首先咧就將個遊戲時間咧就交俾我哋其中一位同軍成員啦，阿盧家俊。咁佢咧就介紹個遊戲嘅玩法。嗱，你聽咗先，聽完有問題可以問，問完咧佢就可以玩 ，OK？ 咁我交俾阿盧家俊先。各位好，我叫盧家俊，呢個波機係戰略嘅 Movision 嘅小隊長。咁呢個遊戲嘅玩法好簡單嘅啫。依家遊戲開始嘅時候咧，咁你哋求其揾一個位企喺呢個開門啊。咁咧，當我依家就俾個指示你哋，就例如咧，所有戴眼鏡嘅同學咧，就喺呢條第一條白線就排到去尾二條白線，就
喺限時15秒內排出最少嘅人出嚟，咁就為之勝出啦。若果玩3次到咯，咁大家有冇問題啊？補充少少，遊戲好簡單嘅，就睇下考大家考考智力、考體力 ，OK？ 咁咧同埋合作性，因為同軍最緊要講合作，一個人就起唔到一樣嘢出嚟嘅，你係識集成，但冇用噶。你唔會自己起到出嚟㗎，你一個旗杆架係要好多人一齊做㗎，咁你同埋你班朋友一齊做㗎喎。好啦，當有班朋友嘅時候，邊個出意見咧？邊個去分配工作咧？咁就會有一個領袖出嚟喎。嗰領袖就唔係我啲咁老嘅嗰啲人喎，而係一個隊長或者隊副喎，即係副隊長啦。咁佢哋咧係你哋同我當中挑選出嚟喎，佢哋有領導才能啲，就去一齊同你合作做。可能佢又大個啲，將來你亦都有機會做隊長或者隊副，甚至團隊長。OK， 咁咧。嗱，講翻少少清楚啲啦。嗱，一陣間咧，大家提叫大家喺起身之後咧，就可以是但揾個地方企嘅啫。然之後咧，你哋咧就個目標咧就話要個用最少嘅人數由依條線，而家同班企咗喺度，依位同班企咗喺嗰條線，同埋拉人拉到去而家另外一位同班企喺度嗰條線，地下嗰條白線嗰度，最快又用最少人。又合乎我個指示的要求就勝出。咩叫合乎我指示的要求？譬如我，譬如啦，我話全部自己覺得係傻仔嘅，就拉成一條直線。咁你覺得你自己係傻仔嘅時候，你就拉成一條最快，用最少人，用任何方法，你可以瞓喺地下，你可以手拉手，你可以乜嘢都好，由呢一條線拉拉拉拉拉，用最少嘅人拉拉到去。呢條線有問題，有問題啊！冇啊，好易玩嘅嗬。咁但係當然你判斷你係咪傻仔啦，係嘛？咁我到時又會問你點解話你自己係傻仔啦，係嘛？你嗰個嗰七個人拉成之後，點解嗰七個傻仔嚟嘅？咁你只要解釋翻我 OK， 好冇？咁我就將個時間而家再交翻俾盧家俊，咁佢就會講個遊戲方玩，就會開始遊戲㗎。咁咧而家我想請所有童軍咧就行翻出嚟先 OK， 咁就。如果大家唔明咧，就揾我啲同軍得噶啦嚇，咁你可以放咗之後咧，就慢慢出嚟 ，OK？
大聲！瞓覺，你玩咩玩？好少人喎，多少？好數啊！大聲啲啦，聽嘛？好啦，我哋喺第二堂，第二堂第幾個時間啦？第二個時間啦。好數啊！幾位啊？你大聲啲好冇？依個二十個，第二堂幾多個？五十個。唉，咁先至男仔噶嘛，係嘛？細聲啊！團多，團多唔計數 ，OK。呢行咧，第三行，唔該。係，好短頭髮嗰個。開始，開始換我。得。好犀利啊！第二個，喂，我啲。哇，九個啦喎！你知唔知二十個人咁九個已經搞掂啦，係嘛？爭一倍喎！好嘅，好嘅，贏喎！我俾掌聲佢啦，好嘅。好啦，唔該做乜嘢？一、二、一，冇著單衫嗰啲人。差了好，恭喜你們。好了，收腰那些啊。